师父，这么晚了，你约我到这儿来，万一师母知道了……哎，我知道我这样不好，可是我也是实在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才给你打电话的。我怕师母她……没关系，我等她睡了才偷跑出来的。咱们先点东西吃吧。展猫，给我们来个路飞棒肉。好嘞，食神归位。两个大鸡腿剪开翻起，露出骨头，把鸡腿加入调料腌制，鸡肉泥加入调料，培根铺好，涂身上肉泥，两个鸡腿间塞一个熟鸡蛋，盖裹肉泥，培根包好，放入烤箱。路飞棒肉，请尝尝吧。天啊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好啊，你竟然背着我在这儿偷吃。师母，您听我解释。闭嘴！说好了一起减肥的，你竟然偷偷的跑出来吃宵夜，怕我查检餐记录，还把徒弟叫出来买单。老婆大人，我错了。你给我回家去。师母，我……你也给我回家去。展猫，这是您点的烤肉，谢谢啊。哎呦我的妈！